观众朋友晚安，欢迎下午的2:40收看九四要赚钱趋势百分百，我是晶晶。我们看今天台股大盘的状况，台股今天开低走低，尤其是在盘中重挫280点状况之下，整个卖压非常的沉重，中场呢下跌了207点，收在16393，成交量能呢3214.1亿，比上个礼拜我大了一些些。但是今天这个整个状况包括了 AI 的部分，AI 部分其实除了广达好一些之外，其他的这个 AI 个股的部分也是惨兮兮的情况非常惨烈。但是金融股的部分，金融股今天全面绿油油，因为呢这个被拖累的情况，尤其是被这个碧桂园拖累，所以今天这个金融股整个是下跌了大概2%多这样的情况。那金融股跌，然后其他的个股好像都是一片惨烈的状况，尤其是高价股也很惨烈。好，那到底还有谁可以够关注的呢？怎么看这个台股大盘的情况，还有个股的情形？赶快请教我们专家，轮源投顾王信杰分析师，欢迎您。晶晶好，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午安。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台股这个一片绿油油，当然有少数部分几个个股是还不错的，但是整体我们到底要怎么看呢？我想其实整个台股这边下跌原因有其实有些大家都心里有数，就第一个说在整个上个礼拜五美国的一个科技股虽然道琼是收红的，但是纳斯达以及费半，尤其是跟我们比较息息相关的一个费半指数上个礼拜五还是持续一个重挫情形，所以再加上整个这几天传出来中国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碧桂园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财务危机，整个公司在已经做一个停牌动作，那当然对整个国际在整个台股的一个心理压力还是有，特别包含在整个金融股一个部分。另外就是本身我们台股有所谓的一个第二季财报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利空，在整个明天8月15号要全部公布完毕。那另外这礼拜三是台指期的一个结算动作，那看起来其实外资也大家都知道说，其实过去这将近这一个月以来，外资几乎在整个股汇市都比较属于偏空的一个操作，所以应该是整个这边的这个长黑，或许短线这边跌升随时会有反弹，可是应该是注定整个八月份的台指期就是压在整个相对一个低档的一个结算的一个动作嘛。好，那整个台股今天盘中一度下跌将近300点，来到整个半年线附近，所幸尾盘是拉了80几点的下影线。好，那这个半年线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啊？万一守不住，会不会给你回撤到整个年线上面去？那就比较狠，甚至整个今天的这根黑棒来到整个16393，很多人说整个之前的一个颈线16593正式跌破，会不会是一个大 M 头的一个确定？整个空头要来的。对，那我想待会会把我个人看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当然我是觉得说有时候解铃还需系铃人嘛，所以整个这边这一波的一个大家比较人气的观点交叉，就是在所谓的一个AI 的一个概念股的部分。那 AI 的概念股今天除了说广达相对强势，是因为它在整个上个礼拜的一个法说会然后整个第二届财报算是还是不错的情况下，所以今天算是相对比较强势。但是其他的一个 AI 的相关概念股，其实今天跌多跌少，大部分都是一样都是收黑下来的。那我相信其实这样整，如果你有 AI 相关个股的，或者对 AI 股你有兴趣的，大家都知道就是下礼拜下礼拜的时候8月13号辉达的一个财报，那而且辉达其实在上个礼拜跌幅也要算是蛮重的你会发觉一件事情从整个辉达的上个礼拜收盘价已经剩下400几块美金的，从480几跌到400几块，连本身辉达都跌了大概20%左右，那辉达本身跌了20%左右还不够，你如果仔细去看辉达的昨天收盘价，距离这一波，它在5月中旬，5月下旬，5月26号，那时候公布财报，上修整个本季的上一季的一个财报的一个利多，所以带动了整个这一波的一个辉达，以带动台湾的一个相关 AI 概念股，可以从整个过去这2-3个月，从5月底到整个7月底。2个月的时间，很多股票飙的1倍、2倍、3倍的比比皆是。可是如果你看辉达的股价，我刚刚讲完，收盘408，整个5月26号起涨以来，最低点是大概好像360几块附近，所以整个辉达的股价已经慢慢的逼近，等于是过去这3个月，我怎么涨上去，我几乎都已经快要怎么跌下来的情况之下，但是你会发觉台湾的 AI 的概念股其实这波涨幅都很大对，涨幅远远超越辉达的股票，那会不会都打回原形？对，那这个到底会不会说，所以整个辉达的下礼拜的财报
对整个不管是上一季的财报有没有优于市场预期，或者对未来的一个展望的预测有没有办法优于市场预期，当然对整个 AI 的概念股里面都会有比较影响。另外我相信整个就是碧桂园公司在的一个停牌，当然这两三天很多人就是说反正都是债，这个叫公司债，这个叫美债，会不会有影响、嗯、对不对？会不会、哦、整个公司整个美债的一个部分被所谓的碧桂园的一个公司债所拖了一下、哦、继续站在卖方，或者有人说中国未来如果为了要救市救中国的一个经济、嗯、会不会持续的卖美债？那如果中国持续的卖美债，美债 ETF 会不会什么继续的一个喋喋不休、嗯、我想待会儿会把我个人看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动作。当然第一个针对整个大盘加权指数部分，今天大概来到整个半年线附近，那我个人看法是没有改变。这礼拜二明天最后一天嘛，那如果明天财报公布完顶多也是影响到整个礼拜三，那礼拜三刚好是台指期的一个结算附近，所以我是觉得说本周应该在整个期指的结算附近，刚好是台报利空出尽附近，我觉得随时来到整个半年线上下附近，随时应该有机会会做一个反弹的动作、哦、我觉得大盘指数来到半年线这附近，就犹如你看到整个碰到季线，它至少也有机会先做个短线反弹嘛。好，那碰到半年线也有机会稍微做个反弹，那至于来到整个半年线这边是一个短线反弹还是反弹完要再继续跌，或者反弹完要直接上去，类似之前的五月下旬的一波的一个行情上去。好，当然我相信到时候这波的行情是不会像五月中那么大，原因理由是当时候的一个 AI 的股票才刚开始起涨，而且你知道过去的六七月、AI 的台湾的 AI 的概念股涨幅其实是全世界几乎是全世界之最，对不对？好，过去两个月台湾的 AI 概念股的涨幅几乎是全世界之最，连辉达本身的涨幅都没有台湾的 AI 概念股的涨幅这么大。那我想重点就是在于整个这边是一个短线，如果这礼拜在整个礼拜三前后附近看到低点的反弹，好，知道是反弹完还要再下去还是怎样，我想你就注意一下说下礼拜的整个辉达财报，尤其如果你有 AI 相关概念股的，不管是广达、技嘉、伟创、光宝科、台达电或者英业达、等等什么，还有三热的什么奇宏、建准等等的四星 KY 呀、或者说创意的人，大家都知道你就要特别注意辉达的一个下礼拜财报，财报好那股价也许有机会在整个经过这两个礼拜的一个跌大跌之后或许有机会做个比较小的反弹，但是万一如果财报公布是不如预期的话，股价会达到如果盘后再跳水的话，那可能对整个 AI 股族群的短期间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点。那我至于整个中国的一个碧桂园的一个风暴，我倒是觉得说好在以目前应该还是在于中国还是会想办法去把它撑得住，毕竟如果它不尽量不要发生所谓的一个中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所谓的股牌效应，就如前两三年看到恒大资产的恒大地产的问题一样，是恒大出地产出了问题，我能救我还是尽量救，我尽量能够处理就处理，那真的你也知道这种处理不好会造成所谓的一个中国整个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金融风暴，甚至会不会造成所谓有点类似三十年前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房地产泡沫，或者我们三十年前台湾曾经房地产泡沫过，所以现在市场上很多人会说中国会不会是准备步入之前的时候叫做日本失落的三十年，会不会在中国在这方重新动作。那我个人认为是说如果整个中国政府这边应该是能撑他还是会想办法撑，而且我有时候在过去这么多年才跟投资人讲，是你别忘了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是比较中共产主义的国家，你不要用一个所谓的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自由经济体来看待这个国家的一个经济毕竟如果万一中国的经济真的出大问题真的崩盘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所谓的一个中国的一个那个所谓的一个政权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有时候中国的经济的部分有时候你还是要跟政治稍微扯在一起谈，值不一样，对他们是不太一 样, 一樣、那当然我们这边是在谈论台股的部分中国的一个政治我们这边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我觉得风暴你再继续观察即可那如果说谈到整个大盘指数我们说短线有没有机会做反弹解铃你还是要系铃的人就是在台积电，毕竟台积电你也知道嘛，就占全值 股票如果台积电继续还在整个半年线这附近还守不住还要再往年线附近看靠的话那我相信大盘指数你就算靠 AI 的股票想撑我相信都撑不住，所以我个人看法是说除非台积电真的跌到接近年线附近那整个台股才有可能说
进一步的往什么样，往所谓的年线做个靠拢动作，不然的话可能在整个如果台积电在整个半年线上下这附近有机会在这边打短底，甚至这边先做个短线跌升反弹，可能来到整个十日线到月线，尤其月线上下附近的话，那我觉得说整个大盘加权指数或许近日，我是说指数不是说个股，个股有个股的路、哦、也许近日可能再跌的空间就会相对有限、哦、那我认为台积电是半年线上下附近或以下你就不要看得太空，记得之前在整个也是回到整个年线上下附近、哦、之后拉上去，那我觉得说你就算台积电有低，你也知道年线就在500出头，是那今天已经来到530几，收盘收在540块是41，所以就算我们的我个人看法说台积电你就算短期间有低，低档应该也是不会很深的、哦、那你千万不要跟市场上的大多数的专家和投资朋友们、哦、甚至外资一样，不要到时候涨到580、590就看得很乐观，不是很多外资在这边还有很多的本土法人研究报告都在这边上修台积电的报告吗？我相信金金绝对有印象嘛，对、啊、那时候不是外资又上修到700多吗？是去年跌到370就下修台积电目标价、嗯、对涨到快600哦，就啊，涨到600，我不跟你喊700、720，还有人喊800，你怎么会在600块、590去去买它吗？是 是。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来到这边，我们讲了很多次说，原则上接近600附近、嗯，你不要再去买它，你的利润一定非常非常的有限。是。哦、是那我们讲说下来越离600越远，你可能赚钱的几率就会越大。那其实如果你问我讲的比较白一点呢、啊？好，不管台积电是来到整个半年线附近，或者说万一有什么利空再达到接近年线，我觉得你台积电要直接崩下去的几率是不大的。如果台积电会直接下去，那我就告诉你，美债的部分你要开心的。那我看，那代表说景气真的要下去了。如果台积电都要下去，我想真的代表电子股景气要下去了。那真的代表景气真的要下去了。那联准会。不仅可能不会升息，而且他一定搞不好都会提前做降息的、嗯、我说提前降息不是说马上就降息、哦、是这代表说联准会可能第一个升息的空间有限的、第二个暂停的升息的时间会缩短，第三个提前降息的几率就会到来、所以我是觉得说反正如果你台积电压下去、哦、现在你看到中国的一个财报，中国的一个碧桂园，中国的一个风暴，中国的一个经济可能问题，你担心很多问题的话，会不会回过来？其实相对美债会不会可能在未来这一两年里面，会不会是相对股市相对是安全有机会的东西？我想，其实我们在做投资，我们常常在讲嘛，好，这个就其实就回过来是说，兵法有言嘛，对不对？孙子兵法有言什么？先求不败，再求胜嘛。其实你在股票市场投资也是一样啊，一定你一定要先把风险摆在第一嘛，先求不败，先求在股票市场不亏钱，好，你再求在股票上赚多少钱嘛。而不是在每天在那边上冲下洗追逐名牌标股，从来不考虑风险，就是想要冲，就是要赚钱。但是等到你冲错的、哦、追高的套牢的，像这一波很多 AI 股票亏了20-30%下去的，你再后悔我怎么还会没有考虑到风险，我相信都来不及的。就如同之前的香港首富李嘉诚，他曾经讲过了嘛，他做每一项的一个投资，第一个前提要投资之前做一个第一个思考的就是哦、我会不会亏到钱？其实讲白点了，我做这个投资风险大不大？对，你说股神巴菲特在操作股票也是一样啊，他绝对任何在股票上投资成功的人，或者任何大企业家，其实都一样。您那种不是暴起暴落的企业家，是长期下能够成为一个世界首富、长期首富的人，我相信人家一定都会把风险摆在第一位。所以回过头来，哦、我们都谈到整个、哦碧桂园的一个公司债的一个停牌的动作，我先把结论告诉你，这个对美债的 ETF 是其实没什么影响。没影响。对，那你说为什么最近美债的 ETF 比较涨还涨不动？原因理由其实很简单嘛，因为大家对联准会还会不会升息还是一个问号，因为联准会没有松口。第二个，大家都知道现在可能好、哦，美国的政府现在不是在发债嘛？之前5月底6月初不是债务上限嘛？债务上限解决的，那我现在就是要发债才有钱，哈、哦，筹组所谓的财政的一个支出的一个费用。那你一直在发债，当然它的话供给增加，当然对短期的价格一定会有压抑的效果。那你回过来说啊，中国不是好像很多的一个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也都在卖美债吗？会不会影响下去？其实如果你问我说中国、俄国卖美债，
其实可能就两个，一个叫做政治性的考量，嗯，那个叫做去美化嘛，对不对？第二个，其实中国的一个卖美债，你也知道，它竟然在这几年从恒大地产到现在，可能针对什么碧桂园，甚至可能还有一些什么。会踩雷的一些投资机构、有影响情况下，那我为了要救市，我一定要有资金嘛。那我如果中国现在本身政府的资金不够的情况之下，你也知道过去这几年它的外汇存底全世界第一、你知道过去这几年中国赚了那么多钱，它也是买了很多的黄金还有美债，所以它一定要做一些美债的调节动作、来什么慢慢的一个至少稳住所谓的一个中国的一个经济的部分啊、软着陆可以，但是大家都不希望硬着陆嘛，所以到时候到底整个中国这未来这一两年会不会出现所谓硬着陆，我觉得就像我在刚刚一开始所讲的，你可以观察、希望不要，如果整个中国真的发生硬着陆，我想天下无完卵、全球景气都会出问题，是别忘了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对、中国是对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你要特别注意、那我们回过来是说对美债比较没有影响，我在整个今天早上的时候就跟投资们跟我的一个粉丝团好友讲的嘛、我说对金融股一定会有影响，毕竟这个是一个心理层面下、第二个它可能有些所谓一个铺血的金额的大或小、但是我认为这个影响应该都是一个不会说很大、是应该短期的心理影响，或者你说就算它踩到雷那个铺险金额几亿几十亿，其实对金融股的获利帮号影响通缉都是还是很有限的，你别忘了今年前七月整体的金融机构就赚了多少，超过2700亿了嘛，是你再怎么踩的也不会踩到那么多啊，对不对？所以那个影响会有，我是觉得以现阶段应该是心理层面的影响比较大于实质的产业基本面影响，但是如果说后续如果说整个中国的景气真的出了问题，那我相信影响就会比较大，但是你可能目前现阶段可能还看不到，这个就如同我们记得在今年三月份那时候美国的一些中小地区拿出问题嘛、对，金融股有没有短线有没有拉回，有，我说那个是短线的影响、是只要美国的联准会那个利率的拐点没有到之前、我说那个影响完之后都还是会上来，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好，那其实我是觉得说其实从这边就像我节目一开始讲到现在就是说你未来是要注意是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出问题、大家不希望出问题、但是我们说万一啦、万一这几年中国经济出问题，我坦白跟你讲美国你也不用建立欣喜、台湾的股民或者说一些比较仇中的，我们不要说是什么、因为我们不谈政治，比较仇中的人你也都不需要建立欣喜、我想美股台股都一定会重挫，一定会影响，因为富贵富潮之下绝对没有完卵、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只要它出问题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经济出大问题，你说人民的需求各方面都一定会出问题、那你或多或少一定都会影响到，是，而且既然是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不出事则已，一出事绝对类似可能2008年的美国金融风暴、再来一次、我看万一这几年中国出问题美股跟台股都一定会有事情发生，但是呢万一真的出问题、你也不要觉得说世界末日好像来了、好像就一定要怎么样，现在明天赶快把股票卖光，我没有这么说，我是说现阶段应该还不会马上看到，我想如此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真的中国的经济出问题、那会加速联准会暂停升息、对，因为你别人说连如果美国的中国这边出问题，你觉得联准会还可以升息多少空间？当然我知道最近很多人在谈到美国联准会的升息是有点好像政治的操作，就是要把中国的一个什么经济拖垮。当然我这个都没有任何意见、反正很多东西要扯政治经济都可以去扯、可是我认为联准会什么再升息的空间有限，你记得我在上礼拜有跟投资者讲到一个东西、这边可能一张图我今天没有放在上面、我说你去看美国的债务，美国的民间债务是创了最近这几年新高哦。那如果美国的民间债务再创新高的，如果你那个，如果你联准会再继续升息，你说升个一码两码，三码，那还也许还可以忍受承受，但是只要联准会再大幅升息，我想美国的民间的债务创新高一定会撑不住，就犹如2007年的次级房贷问题，到2008年金融海啸。你去看当时候就是美国的最后的怎么样、
民间的债务撑不住，撑不住了，对，最后爆掉了，一定是从民间的债务先爆，之后才会拖累到银行出事情嘛，是，对不对？所以联准会，我想如果将会加速联准会的暂停升息，而且会加速升息，未来加速升息的动作，所以反而这样子，我想债券反而会涨，而不是跌。所以其实谈了这么多，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如果万一没利空，真的未来这一两年景气没利空，那也还好；万一有利空，其实对谁是比较利多？其实对美债的 ETF 是利多，而不是利空，对。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哦，公司在出问题，美债会不会重挫崩盘？哦，一样都是债，不刚，这叫公司债，这个叫美国政府公债，还有国家。不要说，就算同一个国家不同公司在出事情，还不一定一样的，对不对？而且只要万一中国景气再一直下去，我想一定会加速联准会的暂停升息，而且甚至加速降息的一个好时间，提早降息，好，或者降息的幅度会怎么样？会比较扩大，我想这样子你对债券是利多。所以其实你又发觉讲这么多就很简单了、啊。其实你在整个股市这边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下，逢低买债券，你不觉得是风险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对，你现在就是像我讲的，你现在叫做赚每季赚配息呀、啊，对不对？你每季赚配息，然后怎样？等到启动降息循环的时候，你这时候再赚资本利得嘛。好，当然这是可能我们讲的，这可能要一点点的时间。好，你不要讲完，你就像我讲的，哦，明天所有的资金一窝蜂的、一股脑的，就像我们在上礼拜之前在上礼拜讲，你不要看巴菲特买，我所有资金压身家压到美债的 ETF 去，结果一礼拜没去。你动没掉，开始在那抱怨或骂东骂西，哎、啊，怎么买这个东西？哦，怎么会涨？我们讲的，如果你是比较长期投资的投资朋友 ，OK， 或者你定存到期的，因为你定存随便摆一个月、三个月、半年，然后一个月就不要摆，好、哦，我觉得你一个月不要来，好、哦，你如果是比较中长期投资的，我倒觉得说，其实现阶段，哦，你买美债 ETF。风险一定会有，但是风险一定是相对有限的，毕竟联准会再升息的空间已经有限了，而且你也知道可能明年要降息的几率高了、那你现在摆到明年降息，第一个你现在每一季每三个月都配你一次息呀、啊哦，啊你加起来一年3-4%也比你摆在银行定存划得来啊，那、啊、你如果明年降息，那个一降下去资本利得上去，对，1%，那联准会降1%就是4嘛，债券要涨10几%、欸，对不对？那你一定划得来啊！你如果是长期投资的、定存到期的，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做留意动作啊、哦。这是针对整个部分，我跟投资者讲到这边。那再回过来谈到整个 AI 的一个部分，我想其实谈了这么多 AI 啊、哦，之前也跟你讲的，只剩短线剧烈，还有微长、中长期套牢。这个我之前在高档七月底，全市场一窝蜂的一头热的在看 AI 的族群的时候，在追 AI 的时候，大家该公公十年大商机，今年是才第一年。你现在就算买的，人家说只会买高、买贵，不会买错。我觉得刚刚每次股票市场哦，那个族群在相对高档的时候，这种话一定会有，只会买贵，不会买错。就很危险了。你顶多买贵，那、啊、你知道只会买贵，你还为什么一定要去买贵？做股票不是要捡便宜吗？是啊。只会买贵，不会买错。我买的套牢以后，中长期等解套。啊，你竟然有那个都可以买的 AI 股票套牢等中长期解套。我换个角度说啊，你怎么不愿意把钱摆在这边存股？你说我买 AI 套牢，你还是先套牢？以后会不会解套？以后再说，以后等中长期上来解套，那你不会一开始就买美债 ETF 就好了？又不会可以套你就算你会套，也是一两毛钱，套你两三毛钱，会不会像 AI 动不动套你20%？不会吧？对不对？你何必一样？如果换一个角度说，我先买的先套牢，以后等解套获利大赚，那你美债 ETF 要套不死你，而且你每季配息又赚，对呀、啊。可是你这个先套牢再说，只会买贵不会买错。你看几天就跌掉43%，但是最近创意的跌幅有比较在收敛，所以这个很注意是说，它随时也许有机会做个跌升反弹，但是毕竟上档套牢筹码比较多，对，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那光达今天算是比较强势，之前就跟你讲的，你看急涨分高卖，急跌你要分批买。你说就算今天抗跌啊，你还回不到我那天涨停板跟你讲的价位啊。那既然叫做连续急涨分批逢高卖，你不要每次涨上来你就想追，跌下去你又怕。对，我个人看法，
哦，这边又连涨两三天的，两天上来了，明后天搞不好它随时要整理了。啊，财报的利多，法说的利多，我觉得反应也是一两天而已，啊，应该短线随时会整理，我觉得短期间还是震荡整理的几率，可能会比较大。另外呢，如果再谈下去，技嘉今天收小黑，你看上礼拜列入 MSCI 概念股，多少人说哇，技嘉要喷的，技嘉要喷的，喷到最后，你这两天从上礼拜你去买到今天，你还是不会赚钱啊，对，今天还是往下跌哦，今天还是往下跌哦，但是我们先讲嘛。我也讲了，越接近季线附近，短线再下来，如果你真的在这边追高被套的，你不要下来去停，然后杀低，好，而你空手的，你就等比较接近季线附近，你就去留意买点，或者留意我跟你讲的下个礼拜8月23号的辉达财报。当然，我个人看法是，以台湾的股民这么赌性这么坚强的情况之下，可能在8月23号前一两天。我相信可能就有人会去抢反弹的，去赌财报的，是啊，你要去赌的人，我没意见，赌对恭喜你赚钱，然后见好就收。啊，你赌错你就平下崩给，可能稍微要辛苦一点点。但是我从整个最近我看到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其实辉达的第二大股东其实在6月就大卖持股了。也许他卖了之后，你看他有在往上冲，很多人都在笑他。啊，你这个第二大股东你也没多厉害，卖错的。可是你看最近股价又回到。回到他卖的价位以下了，它下跌幅度真的很大很深。你看之前辉达，我们就想他可能我们举例，他可能卖在这边，卖完之后可能还有高，你吓他笨蛋，卖了之后卖错了，会不会哪天追高回来？可是你看辉达最近的股价下来的，对呀，对不对？第二个，这是我在你如果去看你这几天新闻，应该也会有网络上绝对找到相关新闻，高层折管最近3个月在卖股票，50多万股，算是没有多少了，大概500多张的股票。但是我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人家都在卖，大股东都在卖，对，为什么这些所谓的高层主管，高层呢，高层会不会比法人懂？会不会比我们台湾的分析师还要懂？我相信绝对比我懂，对，因为他更接近啊。对，公司的高层，除了公司主管的亲属都站在卖方，而且最近都人家都在卖不买，这个都有新闻哦，除非他新闻是假造的。对，是假造的，但是我就跟你讲，为什么人家在上来过程，人家站在卖，也许他的财报或许不错，但是人家会不会说要小心？200多倍的本益比，200多倍的本益比是偏高，这个你自己要心里有数。而且你说人家辉达大股东也在卖，对，公司高层也在卖，宏基也是在卖伟创，那为什么这一波当大家都在封 AI 的时候？人家大股东卖股票卖的跟什么一样，获利入袋啊。对啊，人家为什么选择获利了结？是，对，人家获利了结，你去接他丢倒出来的股给你的股票，啊，你我说回过来，你为什么不在 N 年前跟着宏基去买伟创 ？N 年前，真的啊，我就跟你讲，你抱不住啊，你抱到现在你后牙狼啊，你为什么不会跟着辉达的第二大股东去买辉达，去投资辉达？我这样讲没有有没错吧？啊，人家之前嘛，你都一定没有涨，你之前没有，你一定对辉达没兴趣的。等到股票飙了几倍了，你就有兴趣了。但是你人家在低档买，你没兴趣，对不对？你啊，人家现在卖，你在追。啊，人家之前红旗买，你会不会觉得神经病？人家现在在卖，那我就跟你讲嘛，你不要心存侥幸。大概80%-90%都是这样，历史的统计资料，你看我讲对不对？你说如果历史的统计资料是大股东卖完都是卖在低档。卖完股票还会飙好几十倍，我跟你说你绝对好牙了，但是这个几率是高还低，大家心里有数，不用我多讲。所以你如果回过来谈到整个伟创，今天你看，今天又创最近的新低，来到107块半。那前上礼拜我说，我不知道你抢反弹有赚，你要记得跑。你最近你在上礼拜去抢反弹，你有赚不跑，今天回过来又套牢。但是一样的道理，如果短线越接近季线上下附近，你就不要。过度去做追杀的动作，也许短线随时会怎么样，随时会做反弹，越接近季线上下你就不要做过度追杀，可能再上，但是上档可能十日线到月线，尤其月线这边你要直接 V 型弹升上去，不能说没有这个几率会啦，但这个几率可能会稍微升，稍微低一点点。我刚才也讲了，广达可能明后天随时就可能不会表现那么像今天那么厉害，可能随时会震。那技嘉跟伟创这些AI 的概念股越接近季线上下附近，你或许可以考虑，准备抢反弹。那你说，信小师，你会不会带着我们去抢大反弹？你如果下来到好的位置，我再来考虑看看。
啊，所以你如果现在问我，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啊，这个我之前讲过观念，我都不多讲了嘛，对不对？你看之前大家都说电动车满街跑，车电是主流，现在不是都说 AI， 现在跟你讲 AI 主流，不是之前都跟你讲是车电吗？我就讲不用出两年了，绝对这些像跟你讲 AI 主流的人。一定改口了，信不信由你，不出两年绝对改口。好，那我们回过来是我们之前在这个月，大家我知道这个月比较难操作，大部分人都是不管做短追高做短的十之八九都亏钱，可是我们至少这个月让你在国巨赚了26块价差，我们也跟你讲卖在470以上嘛，卖在470，那今天长黑下来我还不急着接回来，今天它打下来哦，那打下来不急接的原因理由就是说我现在是看我要在逢低买消费性的电子股，还是看未来这一个礼拜去抢一下 AI 股的跌升反弹，因为我们必须坦白讲，如果 AI 股跌的20-30%或者跌升的，它可能短线反弹的幅度会比较快，所以接下来是考虑要抢 AI 股的跌升反弹啊，未来这一个多礼拜，你也知道下个礼拜辉达公布财报嘛，未来这一个多礼拜是要抢 AI 股的跌升反弹，或者我们再回过来买好这种在低档的好消费性电子产品的财报利空出去的买点，好，你想好跟着信杰老师的脚步来操作，或者你需要在盘中不管是抢 AI 股的跌升反弹，或者类似国巨的第三次买点，或者国巨第二种消费性电子产品的逢低买点，投资朋友们，你都可以跟着信杰老师的脚步一起来操作，好不好？谢谢大家。好了，非常谢谢王信杰分析师，真的刚刚特别讲到，就是永远在低档做布局才会是赢家。还有更多的问题的话呢，明天下午同一时间2:40，请你持续锁定趋势百分百，我们再回来，拜拜。